咪，我会帮你们看哦。我好乐。好、哦，吃我们摄影大哥、编辑阿姨、熊林晶、亚米姐姐跟 QQ 零亚米妈妈，准备开始由道具组的熊看拖，不对，最看拖来当鬼。最看拖。道具组一直都很会抓人。抓的就是抓到姐姐，然后画面从摄影大哥就是亚米爸爸来开始了。今天又是一个愉快无比的天气，我们来先看看这附近有什么。哦，旁边就是我不能透露太多消息，要不然会被那个道具组的叔叔听到。啊、哦，在这里，好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我不能说，要不然会被听到。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！我后面站着鬼，而且那个道具组的叔叔在我后面真的是着实的吓我一跳。现在亚米爸爸正在逃亡中，所以呢没办法，呦，我还是走另外一边逃亡好了。刚刚看到了，我已经说快走了，哪有还把鬼引来我这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原本的工作。不过好像有一个人被打了，就是我，因为有人把他引过来。有事了，有事了。那我们知道完了，被抽，我逃不掉。亚米妈妈也被打到了。我们在远方可以看到道具组的叔叔给了亚米妈妈一拳，太恐怖了吧？太恐怖了。现在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。来，大家安静哦！道具组的叔叔正在仔细的偷听。底下，底下，这边，这边树旁边。什么树旁边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哎，怎么办？我被抓，我在这边啦，我被抓了啦。还不跑？我不想跑，我不想跑。亚米姐姐也被打了。我怎么快好？那这边先弄到这边，我来去看亚米姐姐那边的情况。好，我绕过去看看哦。而且我这个护士是不救人的。我的心脏蹦蹦蹦蹦跳，感觉就好像在我的后面。把门关起来，继续跑。我要去哪里？我一点都不敢往回头看。哦，又有人被打，亚米姐姐。被绑起来了，没人要去救他。我没有被绑起来，绑气球了。一下没有绑，一下又绑。亚米姐姐正在试图的挣脱，她不知道被绑到哪里去。完了，等下会被发现。我不知道。喂，欧拉叔叔已经找到我了吧？欧拉叔叔正在被跑掉了。他在抓谁啊？亚米姐姐被救走了，好，那没问题，我们继续看看接下来鬼在哪里呢？好恐怖哦，超恐怖的好不好，要随时去注意自己的那个心脏有没有蹦蹦蹦蹦跳。啊！他心脏蹦蹦跳，表示他在你附近是吗？红色代表他在附近，难怪我刚刚颜色变掉。先把门关起来。我被鬼附。哦哦，看见有一个人被打到了，然后呢，鬼就很愉快的往伺候我们的摄影大哥这边来前进。没关系，我们知道鬼目前最讨厌的就是摄影大哥，他一定会冲过来。真是自救是吗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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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来了来了，没错，果然来了，给你摔了，然后跟鬼说拜拜，不要站太近，要不然到时候被打到。好，我们先走。现在鬼有点生气，所以我们要继续逃跑。他一样死命的追着我。爸，不要把他带到我这边。没有问题。附近呢？别把他带过来啊！不要来影响我。嗨，为什么他可以跑？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太恐怖了！你干嘛救我？爸爸。鬼突然跳过来，实在是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啊，我正在躲起来，都好恐怖。
在哪里？哦、鬼子死命的在追我、欸。话说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一定要让你这样子追着我呢？我跟你说的太多。啊！我怎么觉得还有人靠近我？这边这边，快过来！你在哪？我什么都听不到。他说我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他去追你了。好，我继续做事情。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！就在这边。啊！怎么办？把那里面是我，你刚刚的那个柜子里面是我。虾米躲在这里，躲在这里干嘛？我都想说你干嘛开呀、啊？嗯，奇怪，这里应该有一个要弄啊。你又在听劳拉叔叔？你是听不到我的，因为我没有在打字，我超怕。嗯，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密码机呢？所以哦，那只是躲藏的地方而已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浪费了一点时间。就剩一台密码机了，然后鬼刚好在密码机的另外一边，我们现在给安然无恙的来，我要被打了是吗？进行密码，解锁。还有人叫我专心过夜。那个编辑阿姨，可不可以麻烦你跑去别的地方？你这里会妨碍我，而且你会把鬼引过来。你来了，快跑！我把你引来了。我应该没有被发现吧？没错，我没有被发现。完全都躲得好好的，这到底啊？好险哦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在哪里啊？在我这里。你在哪里啊？鬼在我这里，好恐怖。我们、那個、为什么我一直在叫啊？你一直在叫？因为你可能受伤了、啊。那我叫不是就会吸引他过来？现在鬼还是一样在你那里吗？因为刚刚受伤了，所以我怕他会过来，所以我就先去外面那个弄东西，把我自己好完成，哎、欸，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去，为什么刚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没有发现你吗？林立新加米，哦哦，我被你发现了，你怎么不会跑？你又被抓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大家一起破解完最后一个密码之后，来把它解脱。全部人跟着我来，我知道在哪里。真的吗？爸，快来救我啦！现在没人要去救他，全部都跑过来了。好，这给你们去弄，我去救林立新。为什么我不能按呢？没有人想救立新。哎呦，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大家快解散！啊，太过分了！鬼在哪？我怎么看不到鬼？鬼在那个我跟林立新的路中间。那你看林立新在哪？他现在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你们那边了。管你们先解散，先解散。好，啊、他发现我了。林立新，我来救你，去找地方躲起来。我去的，怎么那边我找不到？我逃不掉了，怎么办？鬼又开始。来利用把所有人打击掉这件事情，来让亚米爸爸去救他们。我才不会那么心肠好呢！我要赶快就把剩下密码解开来之后，给你酸哦！自己打完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方向哎、欸。刚刚有人受伤，结果我过来之后，那个人不见了、欸。那个人就是我啊！你跑进哪里躲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哎、欸。而且我觉得。魔王就在我附近，怎么办？你们先快跑！现在剩下医生熊林金是满血的状态。我本来要过去就。亚米姐姐血复活了，熊林金成功牵制。我刚刚要自己的鬼60秒哎、欸！我们大家赶快，大家去门口准备好，我们要出去喽。可是哪里是门口？你不知道哪里出门？不要来妨碍我，你随便跑就行了。但是我会笨笨。完了完了，林一跟我一样。那个是哪一个人？我。等一下，我是亚米姐姐。等一下跟我跑，这里吗？对，我在救我自己。等一下，我最好自己。这玩意是哪一个？幸运儿？不是，应该不是。啊、哦，这玩意是医生呢、哦。对。
你完全看不到片瓦仪在哪。我在这里啊，没看到吗？我们就是用你的针啊。完全不知道在哪。来了！快逃！用针，在我后面吗？我不知道。用针，还有一个没解。你们直接去门口，快解好了。有那个啊，魔王又来了啦！你们都先去躲起来，我快弄好了。我又被打了。编辑阿姨被打了。好，现在大家赶快找门口，我已经快用好了。魔王就在门口啊。魔王就在我的门口，到底是我先解好还是魔王先来呢？呜呼！魔王你在哪里？我知道，你已经来找我了，来啊！谁把谁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好恐怖哦！好，目前大家能不能成功逃出去呢？还是？那你要去救亚米妈妈吗？我就在门口啊，我已经被他砍了。我什么也不能做。如果我去叫你，我就完蛋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本来是要救你的，是我按到节目了，我没有救，没有想救的意思。那个道具组的叔叔其实很干跳，他一定随时都会跑来这个地方。是吗？像这样子吗？来了来了，拜拜。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好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林立信在哪里？我已经逃出来了，我在这里。哇，我被抓到了。林信在哪里？跑。他哪里不能去啊？已经被砍了。他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喊来救我。让我们知道他在哪里啊？哪里喊？怎么喊？这边这个讯息，随便出一个讯息。所以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忙，等一下再去找你们。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哇，亚米爸爸最多最多分呢。我找不到他。这个最多。不是亚米妈妈最多。因为我第一个跑出去啊，因为奥拉叔叔放过我了。没有看到他。所以。但是奥拉叔叔都不会放过小孩的。好吧。亚米拜拜。他已经复活了，只不过他不知道出口在哪。好，这是编辑阿姨，好忘恩负义的家伙。现在那个林立新亚米应该在这边。过来，快点，我们出去。等一下出去之前，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救火？帮我补满血。你在哪里啊？在你旁边啦。你们要快点哦。没关系，现在还没有嘣嘣嘣嘣跳，等那个道具组的叔叔来的时候，我们再出去。我们现在先躺在地上。拜拜，你也要拜拜。来了，人来了。哇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宝，好，走了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走。